今天呢，我们有很多的校园的歌手要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面 PK， 而且刚才在你没有上场之前，他们已经经过两轮的这样的比拼，现在已经有两组选手是进入到终极 PK， 然后晚上呢会在黄鸿升的见证之下，他们要变成就是说今天晚到底谁是冠军，马上我们就要诞生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他们加油，不要紧张，应该要享受舞台最重要。好，那晚上我们有请这两组晋级的学员上场。最后结局如何，然后在舞台上面的唱歌的过程是最重要的，应该要更放松，然后享受现在大家给予的掌声，因为不管有没有赢或输，我觉得最后的输赢绝对不是现在，对，那应该要享受现在唱歌很开心的过程，加油加油。是优先让女生先拉一下票，对，要不我们就先拉下票，然后我们一会儿歌声分别比好了，是好，可以先为自己拉票，然后先唱。大家好，上一轮已经介绍过了，我们叫金刚罗莉，现在为大家带来一首《雪芽》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。这是一首安静的歌，希望大家安安静静的享受我们的歌声。交给你们了，我们就来一下清唱，好不好？清唱，清唱。
等对方的感觉，或是让大家觉得哇，看你们的表演是视觉跟听觉的享受，那这绝对会是更吸引人的地方。嗯，就是真的是很中肯的一个建议，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几尊站在旁边，一直给他们一直压迫的感觉。如果他们两个人如果单独站台上，可能会更放松。我觉得不行这样想，因为如果你要是歌手的话，随时我唱歌，我就要感受到 spotlight 打在我身上，我一个人就是要尽所有的能力让大家感动。对，所以你们可以假装没有人，你们就只有对方，这个世界上只有对方，然后我相信那绝对会更让你感动。好的。